大家好，我们是接待小 Q， 我是大 Q 周月，我是小 Q 威灵，还有 Miss Q Harry， 你也兴奋对不对？慢慢，前面摆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他只注意到慢慢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平常自己在使用的一些育婴好物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买了很多很新奇的东西。对，就是我们这次是在虾皮买的，因为其实像我通常我只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会很兴奋，然后我po限动，然后每次只要一po限动，就会有人来私讯我问我说这个在哪里买，这个在哪里买，这个在哪里买的，代表说询问度很高啊，还不错，询问度很高没错，但是就会因为太多要回复，有时候就会觉得会有点小麻烦，但是我教大家一招，大家下次就可以先不用问我，就大家可以搜寻关键字哦，对对，就是有些网站不一定会有，但是虾皮其实很全，然后假如说你想要买什么，像说你想要买小孩子的防疫帽，你就看到 Mini Q 戴一个防疫帽，你知道它叫防疫帽，你就搜寻防疫帽，对，你就搜寻防疫帽，你就会找到了。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会搜寻关键字就对了。像宝宝米饼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会买，我等一下介绍的米饼，我是也是看到人家买，然后就去搜寻婴儿米饼，然后就找到，或是用图搜图也可以。哦，就你可能你看到什么，你截图下来，然后去用虾皮有图搜图的功能，也可以搜得到。所以其实你要找东西就是，善用关键字或是用图搜图就很好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，对，而且也比较省时间，对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介绍我们眼前这一大堆东西，对，超级多，哇，妈妈又买了很多东西了，没关系，防疫在家就是要一直购物救台湾，对，而且这次我的东西都是在虾皮买的，因为虾皮在7月19号到7月21号有线上妇幼展，哦，对，今年没有室外的妇幼展，对，可以逛线上的妇幼展，对，近期都没有，所以大家就只能上网购物啊，线上的妇幼展搞不好优惠还比那个现场的多。而且还不会一直被推销，对耶，对对，真的，因为去妇幼展都会一直推销你一些很贵的东西，因为填了很多会员，对。然后这次妇幼展很特别，是它还有虾币超狂10倍送，然后还有专区商品买一送一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有那个下单就可以抽实验的空气清净机，哎呦，是不是真的就是那种有购物欲的妈妈们，就是看完这支影片就可以赶快去购物了，可以边看边购物，对，不行要先看完才可以去购物，好，看完再购物，对，要看完才知道买了什么好康的，跟大家分享。小孩被爸爸背着了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那这样子我也比较好介绍，对，就是呢，现在开始介绍，那我先介绍什么好呢？这个书啊，是3本书，是我在虾皮的成品买的，嗯，那虾皮也有成品哦，对啊，超厉害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三本其实就是很著名的童书，对，启蒙书，嗯，启蒙书就 这一本呢，啊，这本是最有名的，好饿的毛毛虫，这个我小时候有看过哦，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看过吧，真的哦，应该是吧，应该在我们这个应该都会有印象，这年这个很这个很有历史啊，因为它其实就是人家也是说就是幼儿启蒙书的首选，因为它里面就有很多的色彩啊，然后有一些的那个数量啊，颜色，就是你可以让小朋友学很多，就是念给小朋友听，跟然后亲子共读，这些书都蛮好的。好饿的毛毛虫跟什么？好忙的蜘蛛。对，好忙的蜘蛛。还有好寂寞的萤火虫。对，这是一组，我买这三本是一组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妈妈在选书的时候要稍微做一下功课，要选择就是真的对小朋友的启蒙教育有帮助的书籍，然后再跟小朋友亲子共读会是更好的。对对，木之田郎的宝宝的保养沐浴用，哦，这其实我们也用很久了，然后对啊，我们从他出生就用到现在，对，我们一开始使用一般款，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Q 的肤质比较敏感，所以我们会给他用高效的，就可以比较干的，他就会用这个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也都用很久了，我们每次就几乎每个月都要一直，哦，一直应该每个月一条有差不多，哦，差不多每个月应该一罐，然后跟一个这个乳液，然后对乳液，所以我们其实用量用蛮多的，我们都用帮他涂抹用蛮多的，然后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用，而且他也有出就是孕肤霜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从孕肤，我们就是从妊娠霜开始抹。对啊，你到他出生还有，哇哇，直接秀一波，都没有那个妊娠纹。对啊，所以就觉得这个牌子妈妈用起来还不错，然后给小朋友用到现在，然后就蛮推荐大家这个牌子的。对啊，很赞。对，就是也是有品质保障啦。对啊，因为它也是一个大牌子。然后呢，这个。是新玩具哦，对，这个前几天 Mini Q 在家里对洗澡洗得超开心，用这个，对，这应该叫 Hallmark，
怪兽派对泡泡塑形沐浴慕斯，它就是小朋友可以用的泡泡。网上不是有很多爸妈帮小朋友在洗澡的时候用很多造型这样？对啊。然后我们就给 Kiko 试试看。Kiko 一开始试的时候还第一次又还哭哦。一开始是这样，我就给他一那个嘛，就给他挤在手上，然后就直接往嘴里塞。对对对。就吓一跳，说：“哎，这东西怎么那么难吃？”对他第一次就吓到，但是现在就很爱玩了。对啊。可以小朋友大一点，那个一岁的时候再给他玩会比较适合。对。不然太小怕他会真的拿去吃這樣。对。然后还有这个呢，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夏天，家里有时候会有一些蚂蚁啊，然后蟑螂。虽然我们家现在是没有看到蟑螂，但是就会有蚂蚁。我看到蚂蚁，我真的是完全接受不了那种，我会完全会吓死那种。但是因为我们家里又有小朋友，我们又不敢一直用那种杀虫剂这些。对啊。然后那天闻到或者怎样？对，我那天就找到这个。这个是一样是防蟑螂蚂蚁的喷剂，然后它是孕妇幼儿皆可使用哦，然后因为它不含 DEET 就是 DEET 这个有毒的物质，它都是用那些那个精油啊，什么香茅、柑橘、柠檬、尤加利这种复方精油的来去防止那个蟑螂蚂蚁出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孕妇小朋友闻到都还 OK 的，就比较天然一点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这个 QQ 超爱吃的饼干，对 ，QQ 超爱吃的米饼，然后这是韩国的嘛？因为之前台湾那个，台湾那个太恐怖了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就它叫 Naebro，N A E B R O， 大家去虾皮搜寻这样子，然后再搜寻再加宝宝米饼，就会搜寻到很多，然后就有很多小朋友可以吃的。然后还有很多口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就是很适合来囤货，每次我一次买个十几包，然后给它慢慢消耗这样子。对啊。再来呢是这个，这个是背包巾吗？对，婴儿纱布巾，就是万用巾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就这次又买了一个新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这花色很美，很美耶。对，而且摸起来，摸看，很嫩。对，很嫩。不用了。布的形容是用嫩吗？我就想说要把它来送给 MiQ 的干妹妹小萝卜。对，她现在蛮需要用包巾的。对啊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宝宝其实在小时候很需要用到包巾，但是那個包巾又要成为一个万用巾，然后这种纱布巾就很适合，因为它可以拿来当包巾，又可以拿来当小被被，又可以拿来当推车盖，又可以拿来当哺乳巾、床垫、哺乳巾啊，就是很万用，听到奶奶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这个，这主要把它送给他的干妹妹，好哎，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它这材质很软，我很喜欢。对啊。然后呢，再来下一个，这一个 QQ 会有兴趣的。他刚刚一直对这个要挥手。对，这个是 New Classics Toys 的玩具。这个也是一个大牌子，大家应该看 logo 就知道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牌子，它这个牌子其实就出了很多玩具，然后还有出钢琴，我差点想要买下去。然后像这种玩具啊，其实在选宝宝玩具的时候，虾皮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就觉得说，其实你要买就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，就是例如说一些大牌子啊，会比较安全，因为毕竟小朋友这些玩具都是会拿来吃啊、啃啊这些的，所以其实你要选择有品质保障，然后价格可能又会比较高一点点的，会比较好一点点，而且也可以玩得比较久啊，有一些。玩具可能质量很差，那玩一下，那木头那个粘的地方，对，一下就掉了。对，像我们上次买那个淘宝那个，对啊，那个就一下那个抽屉什么那个把手就掉了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都是用强力胶粘的。对，虽然说它的那个教育性还不错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它的品质不太好。对对啊，所以还是要挑过。对，要不要这个？这个哦，面包哎，玩具面包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可以吗？你看他很开心，喜欢吗？很开心，喜欢。玩具面包。而且现在呀、啊，其实已经差不多可以来教 QQ 一些，就是那种生活上的小道具，像这种切菜这些可以教他。对，开始可以让他练习的。他现在理解力我觉得蛮好的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吹蜡烛啊，他现在还会吹这样。对。这样都是他的新技能，所以可以买一些他的。就是比较生活可以用的一些的玩具来给他学习怎么样？对对，开始可以开始给他模拟，所以这个还不错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思思那个，对，
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垫。那为什么要买这个地垫？就想说买一组就是来备用，因为虽然它已经有地垫，但是有时候会想要让它在地板上走，然后摸这种，然后这种巧拼啊，它也比较小，所以就可以看你想铺哪就铺哪，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玩。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给他盖那种小房子啊，城堡那种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大组，所以我们想说再买一个小组的来给他玩，而且他这个也可以来当拼图。你看他中间这个可以拔掉，对啊，很可爱，他是中间可以拔掉的，是恐龙这样，就有点，对啊，他就可以也可以练习他把那个东西放进去的那个手，就有点失心疯又买这样，可以没关系。对，然后就像我们之前买那个叫什么，我们现在家里这组地垫啊，因为它单价其实比较高，对，如果你是预算有限的，其实爸爸妈妈也可以选择这个牌子的。对，它就是比较适合小资族去买的，儿童地垫这样子，巧拼，然后它有大片的，还有木头的、花纹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种颜色，它还有双面颜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资族很适合的。对，因为像我们这个地垫就是单价比较高，如果家里没有办法用这种的，就也可以用这种。而且那个比较占空间啊，如果家里没有那么大的话。对，应该也比较多家庭是用这种巧拼。对对啊，因为比较不占空间，然后可以收起来，然后又比较便宜这样子，所以大家有预算的就可以选择这个品质不错，而且它这个是台湾的厂商，而且它是 made in 台湾的哦。对，它上面有写的，对，有 made in 台湾，对，它就是台湾厂商，所以有通过 SGS 认证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的。嗯，对啊，好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其实每次我们在选购育婴用品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稍微做一下比较，有一些你就想要买贵一点点的，嗯，因为有时候买贵一点点反而可以用更久，然后用起来也比较安心，嗯，真的，对，然后有些东西其实你可以不用买到那么贵的，例如说像小朋友的鞋子，哦，对，鞋子一下就穿不下了，对，鞋子一下穿不下，但是鞋子你还是要稍微挑过，因为有些鞋子你穿起来会对宝宝的脚不好，对，所以就是要帮助他发展的那种鞋子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就要稍微挑过，然后再去帮小朋友做一些的选品会比较好。对，而且其实现在虾皮啊，它有很多都有官方网站，所以你就不用怕说你在网站上面会买到假货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分享，又买了一堆东西，可以，没关系，防疫在家就是要一直购物。对，因为也不能出去逛街，只能在家里买啊。对啊，有些生活必需品啊，小朋友要用的东西，都是真的是线上买是最方便，而且现在又有妇幼宅，赶快买起来囤货吧。对啊，对，好，而且优惠又很多啊。对，而且优惠又很多，而且虾皮都会有那种免运券啊，那个可以去领取才可以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好，好，那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呀，你拜拜，我说拜拜，拜拜。你在玩你的番茄，好开心，对不对？Don't wanna care about them, though it hurts so